叫江流儿。我们金山寺向来宁静祥和，可伽罗罗的到来毁了这一切。师傅不必插手，弥留之际为我吃下一颗丹，从此我的人生改变了。返回天都城的路上，我们遭遇水难，误打误撞来到了女儿国。沙哥哥还和这里的女王成了亲，但我们发现他竟然吃了连煞的丹药，依靠吸血保持青春。好在最后他迷途知返，给了我们连煞的线索。我们一路追到灵虚山庄，和庄主一起设计抓住了白骨鸡，可谁知我们都上了他的当。若不是他连吃三颗异丹自取灭亡，我们可能早已葬身山谷。还是没能找到取出盘古之心的办法，我们只能继续走下去。找神医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是神医？别闹了，你才多大？那井出门右拐，在十几里就是官道了，走好不送。你是神医徒弟吧？赶紧把神医找出来，等着救人呢。找我师父啊？那边呢？神医上山了。山上埋了多少年了？神医死了？呸！你这乌鸦嘴。我指定比你活的时间长。你这个小丫头嘴可真厉害啊！你再废话，我非得把你……等等，我胳膊怎么动不了了？还不赶紧给神医赔礼？早就跟你说了，叫你不信。好，我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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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赶紧救人吧。
赶紧从屋里来。哎，给我解开啊！可算是好了，吓死我了！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他现在既营体亏，不可自抑，很危险的。哎，我说神医，你能不能说点我们能听得懂的呀？别跟我装了，你们都是异人，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？他现在体内的魂正在不受控制地吸收着身边的气，放任自流的话，很快就会超过他身体能承受的极限了。我现在能做的呀，只是围绕着他的幻海依次射针，让这小和尚能多活一会儿。不过几个时辰之后，如果我的针都被冲开了，那他还是会死。神医，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？那找到这两个黄泉草、百毒花，这不像什么好药啊。这两个都是剧毒。你逗我们玩是吧？你懂不懂什么叫以毒攻毒啊？有几分把握？没把握。没把握废什么话？我是没见过吃完之后能活下来的人，不过药理上倒是可以赌一把呗，反正怎么着都得死。此地向北十几里有片森林，黄泉草就长在森林的沼泽边，百毒花则很难遇到。不过森林里的荒蛮部族经常会用到此物，但他们不通人语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四个时辰之内要是没找到这两味药，你们就回来替他收尸吧。说赚钱容易吗？啊，这么短的时间怎么找到这几种草药？为了你那一车金砖，尽力吧。这么多钱足够我们拼上性命。好像是荒蛮部落的人，分开行动，我去追，你们继续找黄泉草。此地山深林茂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刚刚就是你。脾气还不小。别不识好歹。你家在哪儿？荒蛮部族的？有百毒花吗？借我一株呗。哎，说了也白说。
走了一整天，累都累死了。哎，黄泉草。哎，你说黄泉草是不是得到黄泉才找得到？少说点废话，还能省点力气。哎，那是不是黄泉草？二哥，是这个吗？果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哎，二哥，这么多种，要不我们全带回去？你没听神医说吗？有剧毒，要那么多干什么？哦。哎，二哥，你怎么了？二哥，我们是不是中了什么陷阱啊？这不是什么陷阱，是毒藤。不过看上去，毒性好像没有多大。放心吧，三火会来救我们的。就没有个省心的货。都过了一个时辰了，要是三火找不到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要是三火来之前来个什么狮子豹子狗的该怎么办？哎呀，你说他要是一口咬死我该多好，万一咬个什么鼻子眼睛嘴啊，我以后怎么见人呢？你能不能安生点？你让我怎么安生啊？一天天出生入死，累死累活的，就为挣几个钱，过点花天酒地的生活，好好享受享受。你看，这可倒好，死在这荒郊野岭的，连个知道的人都没有。你放心，你死不了。你说死不了就死不了啊？哎，你说，咱俩要是在一起一块儿死了。正好，黄泉路上还能有个伴儿。哎，可是这逢年过节的，谁给咱俩烧纸啊？你说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给你们烧。哎，老大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的。哎，老大，快救救我们吧！我中了毒，动不了了，我这半边屁股都麻了。是吗？我看你哥俩还挺悠闲的，躺地上聊天呢。三五小心。有毒藤。你受伤了？中了一小箭，箭头上有毒，使不出力气。这些野人熟悉地形，速度极快，手上都有涂了麻药的毒箭，想要抓住他们极其不容易。那我们怎么跟野人要白毒花啊？也不知道小和尚能坚持多久。虽然我们抓不住野人，但是我们可以被野人抓住。你发烧了吗你？等会儿等野人出来，我们三个人先假装不敌，故意让一个人被他们抓走，这样我们就能跟踪他们，找到他们的老巢。那我们让谁被抓？背包，背人的，背黑货的，还有，所有倒霉的事全说，有好事这帮人没人逮着。别看这边。Thank you.
我说他们怎么找得到我呢？果然是你的人。江流儿情况如何？我已经封住了他的七轮，用能力将他的魂锁在幻海之中，不过这撑不了多久。如果那三个人不能把草药拿回来，我也没办法喽。那孩子体内的魂非常强大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是吃了盘古之心吧。我早知你能看破，也未曾想要瞒你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你明明就能直接取出来，何苦让那三个人折腾？我若取出盘古之心，定会伤及这孩子。他能有盘古之心重要吗？你不怕连岔先你一步？人和丹同样重要。随便你，反正我一直搞不懂你们，我只会治病，但是没有药我可救不了人。万一那小和尚死了，到时候再想取出盘古之心可就难喽。愿他们能不负我所托。原来Afterwards, we are gone. No more words. Yeah.难道是食人族？
来陪我练练手吗？怎么怕朕？是人！二哥，哎呀，二哥，你可算来了！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救我的。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二哥，你过分了！你早来，咋不赶快救我呀？行了，别说那么多废话了，准备走吧。等你困。我武器怎么变不出来了？你让开，我来解决。我不想杀你，带我出去。二哥，又来。人救出来了吗？还有多久？他们估计是在商量怎么吃咱们。你就不能变出手刺把绳子割断了？你当我没试过？我控制不了体内的火。之前我在林子里中过一枪，也感觉很难控制，一下子完全使不上劲。大概是百毒花的缘故，难怪神医要这味药，它可以抑制我们体内的火。那你们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就死在这儿了？我还没成亲呢，可是。谁？口问啊！谁？执行是我。哎，我这边，你们，哎，哎，三火。哎，我说，你们没事吃什么人啊？多不好。啊，你们爱吃谁吃谁啊，别吃我就行。是生是死，我可不管哦。
想好了。要不要我换你啊？哎，我这车金砖好不容易保住了，我得好好护着它。守财奴，你说为了他，我这次命差点丢了，一会儿找个地方好好补一补。你又想去哪儿补？回天都。哎，好。老大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哎，老大，走吧。你这是？看那小子的命这么大，如果真的是他，那你们和连煞的对决在所难免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一直都搞不懂你们，所以得离你们远点，免得再来烦我。哼，多保重，老友。我还是个孩子。哼，馆主在吗？馆主远游去了，劳烦几位再等几日吧。我们找他有急事，等馆主回来记得通知我们。是。哎，休息几天刚好，可以多休息休息。咋了？馆主，如您所说，他们着急求见。盯好他们，今日之内万不可让他们进来。气，简单来说即是空气，当你用魂去感受，就会发现这也是整个世界的来源。对于一些异人来讲，气更是可怕的武器，就像你的空气盾，它还可以以元素的形式呈现出来，甚至有些让你匪夷所思。好吧，现在换你来试试。你来真的呀？你的空气盾总是时灵时不灵，还不好好练习，再来。秋姐姐，我只是个和尚，除了念经没什么。天火，好疼啊！疼就好好练习，取丹之路必定危机重重，你也不能总靠我，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。再来。怎么了？三火姐姐，馆主房间出事了。走，馆主是不是回来了？馆主远游去了。别拿这套糊弄我。我们刚才看的馆主房有异，如果他在里面，我们怕他出事。可是馆主，我给过他机会了，
难怪嫁不出去。桑普姐姐，察觉到什么了吗？大量的气刚刚消散。这种感觉就像……像漩涡中心一样。对对对。你干嘛？我试试用我的魂去感知下这股气。快停下！三花姐姐，你好沉！你找死是不是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样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桑普姐姐，这好像是一个气建立的空间，这里所有的东西附着同一个魂，我看不到边际。难道是一瞬？一定是刚才你用魂控制器的时候，让我们误入了别人的一瞬空间了。我们得赶紧出去，走。哎，奇了怪了，今天红霄馆人怎么这么少？的确，今天冷清的厉害。哎，今天怎么回事？人这么少。公子不知，今天街上有热闹看，人都跑去看热闹了。热闹？什么热闹？青蝉姑娘自熟自深，管理姐妹们给她办了一场比武招亲大会，也好让她能得遇良人，共度一生。比武招亲什么时候？在哪？就在今天，擂台设在东街那边。走吧。哎，二哥，青蝉比武招亲，快去看看。哎，嘿嘿。青蝉姑娘比武招亲了，人不分老幼，地不分南北，只要是真英雄、真豪杰，比武胜出者就是青蝉姑娘的未来夫婿。走，跟我来。青蝉姑娘二哥比武招亲了，大家快看啊！哎，我说你倒快点，我看他想出比武招亲，多半是因为你。你要不稀罕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随意。哎呀！是叶公子吗？你认得我？有人要我把这个给你。三脚猫的功夫也有人拍手叫好啊！天都城的百姓也太没见识了。嘿，二哥，你不是不来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
过来看看。你还惦记着清蝉呢？你这人怎么不老实呢？台下诸位，可有谁还敢与小生一战？我奉劝各位上台前思量思量，到时伤了你们，休怪小生无情。如此看来，清蝉姑娘的良人非小生莫属了。嘿，你这小白脸，老沙非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。别去。小白脸，你拽什么？你沙大爷来了。壮士，如此衣衫不整，岂不有碍观瞻？还是回去换件合适的衣服，再来挑战小爷吧。你这小白脸啊，俺老沙一只手就打败你。呀！呀！丑了点，哎呦，大胡子有安全感啊！没有的话，那清蝉姑娘就是俺老沙的了。你看，他在对你笑呢。奶奶的，哎，我上去。哥，你来添什么乱？这不是你的菜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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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哥，你玩真的？快点退出吧，回去我告诉你原因。什么原因？你不就惦记青蝉吗？快点，别闹了。我才不相信你们，你们小孩脸不讲义气。老沙，收回来！快
快点，我们得找出去的路。在这里，就算光坐着，我们也会渴死的。我鞋里面都是沙子，很扎脚的。姐姐，我们走不出去的。别等着，起来继续走。姐姐，这个空间是封闭的。沿着这个方向，一定能走出去的。走不出去也要走吗？走。上来吧。姐姐，我还能走。少废话，上来。姐姐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死在这里了。闭嘴。盘古之心很值钱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们不能死。星辰姑娘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李捕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哼，我早就怀疑他们是异人，现在看来果然如此。阿仲的噬魂散能让一人狂性大发，失去本性。现在动手吗？再等等，等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，再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叶龙少，疯了，赶紧跟我回去！叶公子，别打了，这是个阴谋。捉拿异人是朝廷的法律，青蝉姑娘要是不配合，别怪我不客气。
将那半只赠给你。陨落，夜有所求必定满足，我绝不食言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释放我所有的魂，看能不能给这个空间打开个缺口。不行，神医说了，你的魂只能留在幻海内，如果控制不好会有危险。我能行的没关系。好好休息吧，你们安全了。关主，清晨，本来我打算叫老沙一起来的，但我害怕他控制不住他自己，所以就没叫他。这身常人的衣服，是你亲手为我做的，就让他留下来陪你吧。
三火姐姐的助力下，馆主承认他骗了我们。你这些年你把我们当棋子吧。我们本想离开，不料老沙哥哥因为青蝉姐姐之死借酒浇愁，被白骨鸡设计抓走了。他以此要挟，逼我们自相残杀。这个小和尚想和我们非亲非故，难道你要为我们一个外人牺牲自己的性命？我不同意。三火姐姐和烈哥哥争执之下大打出手。之后我们见到了困心老人，他拥有的能力竟然如此神奇。他让我们看到了白骨鸡不为人知的过往。就在我们秘密之时，伽罗罗突然追来，看到了太多不该看的东西，一场生死大战一触即发。